哎呀，刚才我自己还没有哈。我操，刚才没开始录，刚开始录的。你看，哎呀，反正现在是厉害啊！我真佩服他，真找死！我操他娘的！谁知道？行了行了，拿来非大一点就行了。嗯。他一从早上弄了去，我一下把他实施了就。哈哈哈，怎么来了？听着倒车也好点儿哈。给这边。最慢的啥的。他胆儿真大，我操！一下把他试试了，就是你搞的。倒车倒方向那么好倒，真是臭。再啥方向了就行，他就在这鼓励啊。可如果他说你不试试了，这个路上你试一下不试一下了。这我们超不过去的去，你看了吗？再慢点，再慢点。我早上也喝了几勺。哎呀，我拉这么些货，我操！他就是车载了，肯定是车载了。哎呀，那加个媳妇儿啥？哎呀，回去把录像我拷给你哈。嗯。比牛真融资啊！哎呀，发王强，回去发王强，操，他真是啊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我操！你怎么就是人？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这个警察他不敢硬吗？能他再搞他？再搞他能？搞死他能？我不去。他那啥太长了。哦。不行，搞死他。这妈的，他就不要再瞅呢。嗯，后面跟一群呢。后面一群去看热闹的，净看热闹的。我再要抱他，太高是吧？太高！你看人他妈的胆子大吧？那什么是？到前面回去，前面扣车上那个车拉的很紧。拿了车，我看是 M， 挂上了这个滑稽帽，真挂上了，这会儿挂上了，真找死啊！我操，这家伙！那咱们啥警察抽不过去，咱咋个能法咱抽过去了？硬搞啊，真的！哎，硬搞！他出不去，他在高速路上呢。他在这路口儿，他不管他总得有个地方下去吧？那警察就跟着他后边儿一种了，也不用瞅他。咋回事啊？好几串了？关键这个警察不行，这警察不是被车要被其他车追过去了。被车？他不可能呢，他把车给冲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一会儿拉住他，他是不是带你看看？再打他一顿去。他不敢向后瞅啊。再把他拉来去吧，我他妈的太晕车了。行了，直过去了。过不去，没门儿。他这么长时间，他过去了。哎呀，我这录了三分多钟了。哎呀，真是厉害！哇，他都咋回事儿？我还退一会儿钱，不做这事儿。低水钱，低水钱啊！真低水钱。这路还有三块。是不是那一样呢？就是那门儿。哦，跑九十啊！我操他！我说话，还早搞他！我说他娘！我说我真给砍了！老大搞！我回去好等等，我看看意思吧。啊？哎，这不要命了！看着有好，看着这个车来了，有意思了。过去了啊！再擦再，你就在贴了边儿。我操，他又进那个车里看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，真他妈的有脾气！我操，我说厉害哈！一会儿他追咱追去啊，再追看看啊，看他怎么揍他。哎，他就说被闯卡了是吧？闯卡，我操，闯卡的，哎呀，那好。这是自行车，这他妈的什么后边人？哎呀，这个后边差不多。我操，你看前面那个车才八分，那就不能过，你得搞着你啊。挂上了，这个环境吗？那个山路，哎呀，不是，俺说这个警察也不能长眼法儿。你在前边拦了个大车的，把车夹住就行了。他在前边没法拦啊，都。这好像车车把我也过去了，差点把我撞在上面。啊，都是因为。我们的不敢过，你敢过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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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叫野官司。那地是哪来的？不是济宁镇的吗？不是。哎，这会儿送燕儿了，你会封点呢？他不干。不行不行。这地方给再把他抢，这地方给再抓个，他录像没录完嘞，怎么抓了他哈？抓不住，他除非是高层。神经病啊！他妈的，活动是在那儿开的。下来肯定打他一顿，我跟你说，非打他不行哈。那三四头儿，二十来头儿就成点儿。录音没编对的，编对的。嗯。都是还是编对的。他这关键是怎么着？你弄住他以后啊，他这车怎么就不放他了？再打他一顿，不我不放他问题啊。你可气死他了。我不让装车，一千多钱，我操！你请来吧。哎呀，后面上不上了？都都在看热闹呢。站到后边儿录录，哎呀，后边堵一堆车了。技术不错呢，我说让我去扶他，开这么长的车在上面忽悠忽悠的，我操的，咱们差点把他换上了，到他那个就当活干了呗，对，当活干去了。嗯。他不会什么机器，我操！他不干，他不干，脑子。不敢上车，那个车太长了。太长了，他不是一过去头力怎么办？厉害，没有交。后面的车那个距离，那后面还打着都立贼了呢。队长来回的话，他哎呀，这事情过去，过不去，过不去。他骑不出走了又。